谢谢谢谢。咱啊，今日要讲的题目吼，讲一下国家家咧。国家家吼是足简单的观念咧。全世界拢知影，要做一个国家吼，第一要有人民啊，第二要一定要有土地，第三要有政府，第四讲要有外交权。这是全世界拢通用的。不过吉纳人伊的观念较无同款。吉纳人吼，伊讲只要有土地。有人民，啊有外交权就会使。因讲讲主权啦，其实吼，外国人的观念才是正确的哈。吉纳人因要做一个国家吼，足简单嘞。因只要吼，伫个城内底啊，用武器杀人灭口，规个城内底所有的人口拢杀掉，换我的人入去，安尼就会当做国家，安尼简单无？因为文化很简单，看你就知道，譬如说他的鸟，你如果喂一只鸟，那个字就是这个鸟，所以他的字很漂亮，你如果一只乌龟，你如果喂一只乌龟，这字就是龟，这样简单吗？喂马，它就是马，所以吉纳的文化，看你就知道。啊，如果是家呢，更加简单，咖喱里店的变轨的看伊的解释是啥？伊讲亲人共同生活的地方就是家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不是顶？啊，这是啥？这里叫做食啦，食的是低的意思啦。啊，你的亲人通通是猪，啊，你跟我说你是龙的传人哦，所以哈。因咧甲你改切拢假，啊！因是猪的传人，这个啊，威廉，这个乔治，这个凯瑟琳哈，这个、英国女王的第三号人物，查尔斯的囝，啊，这个、查尔斯的孙，英国女王伊爱叫阿祖，最近啊，这个、乔治哈。已经要两岁啊，要做阿哥哥啊。伊讲一届咧问因妈妈，讲因老爸走去倒啦，迄个威廉走去倒。因妈妈讲吼，去了中国了啦 ，in China。乔治吼，马上吼，吼，紧拼去菜橱啊，去找因老爸。什么是菜橱啊？因为吼。因老爸哈，就是讲秘伫个这菜橱啊内底，因为欧洲人哈，因咧藏肥啊的所在喎，藏瓷器的所在就是用这个，啊，就是因老爸咧盖秘烧车，啊，秘咧菜橱啊内底啊，这就是叫做 China， 哦 ，China 就是瓷器，啊，所以威廉秘伫遮，因囝去找无，我没有啊，没有在这里啊。因老母在个讲吼，是 China 国家那个 China 啊、哦，去见了这个习近平呢、啊。哦 ，China 是一个国家啊，他以为是那个放瓷器的那个地方啊、哦，所以安尼就怎样讲吼，全世界拢叫 China 哈、哦、，China 就是瓷器，瓷器哈、哦、，China 的意思，啊嘛是要做钱呐。吉纳这个所在有分外吉纳、内吉纳、南吉纳，还有交扯支那、密支那，还有一个法属的印度支那联邦。古时候哈、哦、会烧陶瓷的地方都叫做支那，哦，就是菜纳。梁启超他的笔名就是支那青年，所以哈、哦、叫支那没什么稀奇的，支那不是坏话，支那就是瓷器而已啊。哦外支那在这里，内支那在这里，南支那在这里，这是法属的印度支那。法属印度支那总共有三个地方组成，还有一个交扯支那。台湾有一个那个庙宇有没有？那个交扯陶就是从这里传过来，啊、哦，交扯支那。啊，以前呢、啊，大唐帝国啊，印度称为大支那。印度的佛教徒哈、啊，称他们印度自己叫做中国。所以、哦、佛教徒、哦、到哪里都以自我为中心、啊哦、
真多人吼，因拢自以为是天朝上国，所以全世界的时间只有一个时间，叫做中原标准时间，就是皇帝大迄个所在，叫做中原标准时间。无像美国啊，美国用迄个时间甲旧金山的时间，那是差几多点钟呢？伫日本差咱嘛差两点钟呢。唔过吼，伫钱啦吼，拢只有中原标准时间啊，都、就是遐尔。因吼拢以自我为中心，全世界、全宇宙都围着他转。他们吼是文明的古国啊，文明古国怎么会文明化？只有文明人啊才用筷子吃饭。全世界所有的饭啊都是用刀叉吃饭，不然就用手抓。因今天人讲啊，为什么不文明？吃一顿饭都要拿刀拿叉，是不是很不文明？而且还用手抓的，更不文明。为什么？因自以为天朝上国。其实你仔细想一想看，会用手吃饭的人干净吗？他一定干净的啦，不然吃下去就生病啦，对不对？很简单的道理嘛，你用手抓的，你手一定是干净嘛，不干净吃的你就生病啦。人家外国人啊，用刀叉吃饭是，我在吃饭可以拿着刀拿着叉，还可以不打架，那才是文明的，对不对？希腊人呢，连拿个筷子吃顿饭都要打架，他不是打架。其他人不喜欢打架，他们喜欢小妹抬杠，因做好抬杠，做好小妹。其他人吼、哦、用筷子是很神的、哦，很厉害的哦。咱台湾有一个外科医生哦，开脑的医生去到美国开脑啊，跟美国的医生斗阵开脑。迄、那个病人吼、哦、脑中有一条脑瘤啊，哦，美国医生哦一直想不出来要用什么工具把那一块脑瘤给割出来。咱台湾去迄个医生啊，讲住伫花莲啊台东，讲拿一箱滴装甲捏起来。迄、那个美国医生看着人讲伊啦，我怎么这么简单？哦，足钦佩迄个台湾医生。所以啊，尼克森去到中国哦，嘛爱想看讲，哦，这滴到底要哪用？啊，其实吼、哦，用滴食饭的人上无清气，一年啦。你烦恼，你手清气无清气，滴清气较要紧，对吧？你手无清气无差，免洗手嘛会食啊。唔过啊，印度人个手食饭啊，伊手一定爱清气，无清气的就连个大病院啊，足简单的道理嘛。哦，所以用手食饭，甲用刀叉食饭的较文明啊、哦。其实伊用滴哈，啊，佫还不算什么了。最厉害的哦，最神的是用枪。支那人哦，用枪最神。为什么神？可以拿着一支枪哦，来台湾就可以复刑试试。下面有在复刑试试。我都已经死一了，拿一支枪回来，还可以当讲我要复刑试试。那就是有在复刑试试啊，安看有未来，那就是强盗。搁做邮票呢？吼、哦，他复刑试试，即讲话讲敢讲讲会出来。迄阵啊，讲啊做庆祝胜利，庆祝胜利了吼，甲即个掠去关无，即、这个战犯，即、这个即安藤利吉，咱台湾最后一任总督，最后一任总督啊，甲关在上海，关在监狱里面哦，竟然有毒药好吃。吃了这个氰化钾自尽，你敢要信？即卖加到内底，卖讲要食毒药啊！一块胖你都无一定有通食到。所以哈、哦，伊啊足简单呢，复刑试试，拿一支枪来代替迄个位。你就是中华民国真正流亡来台湾哦。中华民国是流亡去美国啊，伊个总统迄个流亡去美国嘛，对不？李宗仁伊敢有流亡来台湾无嘛？这个人迄阵啊不是总统呢，迄阵啊是太平洋战区有无？指挥官，中国战区的指挥官嘛。
来复刑试试，带着一支枪来，对不对？复刑试试了，复刑试试三年哦，吼，搁印邮票纪念呢。总统复刑试试三周年纪念，这位甘总统。所以哈、哦，历史都教你们错的哈。复刑试试，那是伟大的，拿着一支枪就可以复刑试试。唔过哈，抓起要敲去。这个人去敲野神吼，吉纳的媒体安怎讲？哦，民族救星死了，世界伟人死了。迄阵啊，我偌伤心，你知唔知？我嘛去排队排3点外钟啊，嘛去看伊最后一面。这民族的救星去敲去，世界伟人去敲去，吼、哦，我有够伤心的啦，伤心到吼，超惨的这个情形。阮老爸死的时阵，我无安尼啦。看迄阵啊，我偌爱国。不过恁啊，大家跟我同款，对不对？因为咱戆嘛。迄阵啊，我因为要做兵的关系啊，吼、哦，把我验退，讲我袂使做兵，因为我手砖头啊崩断两支啊。拄崩断的时阵，敢若伤心安怎，你知道？是啊，这个好男不能当兵啊。结果啊，医生都给你判讲，哦，可以当兵，吼、哦，偌欢喜的，可以当了三年兵。这啊，这项你明白不？你唔捌伊啦。这人外号叫做孙大炮，您 Google 一下哦 ，YouTube 哈、哦，啊，蛮讲 YouTube 啊，迄、那个 Google 哈、哦，在那个图片上面把它搜寻，孙大炮。他的外号就是孙大炮，他外号孙大炮哈，在1905年的时候加入美国籍哦。美国籍可以加入吗？其实哈，他是被抓到，偷渡到美国就被抓到，被移民局的抓到以后，他说我出生在檀香山，哇！伊马公呢，出生在檀香山啊。美国的法律很简单，你要成为美国人了，在美国出生就好了。所以他是不是美国人？美国人会做中华民国的国父，美国人来创造中华民国，真伟大。这是移民局哈公布的资料啊，偷渡犯哦，因吉纳兰公偷渡客啊，这个偷渡客啊，偷渡到美国，加入美国籍，这是一签署的文件哈。这拢伊签的四份文件，这是密件哦，美国移民局解密的档案。伊去美国了吼，看到美国的独立宣言啊那些，伊讲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，目的是啊保障人民的自然权利。如果一旦政府不履行职责，侵犯人民的权利，人民就有权起来革命、改变、推翻他。所以他受了这个影响，吼，回中国去。把清国给推翻了，对不对？安尼是想推翻清国的美国人，甚至也三民主义，嘛跟林肯的迄个三个主义同款嘛，对吧？林肯讲啦，如果一个政府啊是民有、民享、民主的政府啊，不会灭亡。所以这邓来了讲哦，民生、民权、民族主义，完全跟林肯拢同款嘛。所以是想咧统治中国。嘛是美国人，哎，等于中国了哈，等于吉纳了，要革命啊！革命爱买武器呢，爱有其他的国家甲你帮战呢。美国迄阵啊要独立的时阵嘛，法国、荷兰甲斗三江啊，嘛爱用武器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孙中山啊嘛真巧，伊啊也要去找日本甲斗三江，下批吼。大卫伯爵首相哦，密函哦，伊顶头写吼29代的吉纳，伊讲你日本爱帮助阮吉纳革命，那革命成功了吼，阮要开放全国的工商以利日本，所以吼，规张批写下来吼，拢共写29届的吉纳，自称支那。
所以支那没有什么好 可耻的地方呢。支那人哦，完全跟瓷器同款个性，对不对？表面非常漂亮嘛，唔过吼未堪要检验呢，小强者就破呀。瓷器足水的，强者就破呀。因的信用啊，啊个历史吼嘛未堪要检验呢。历史哦，小个拆者就破呀。因的信用嘛同款，甲人定的每一条条约无一条守的。自古早定的条约吼，到即卖拢唔爱守是条约的。这一下的密函哈，顶头啊，规张批，较早中文是不是没有标点，也没有符号，对不对？所以跟人拍客户的时候，呐，客户拍完标点符号在我店的啊，所以你卖我土地，变成我卖你土地了，钱有没有收？没有，在一点，所以你该拍客户英文输意啊，所以即马全世界拢有客啊呢。现在跟吉纳人打契约，打完契约上面一条写此约以英文为准，以德文为准，以法文为准，就是不以中文为准，原因在这里，所以中文是不准的。哇，你写的这张批，吉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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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拢总写29拜，他说你遗嘱支那革新以旧东亚为局，而支那之报酬则开放全国市场以惠日本工商，所以哈，写批去日本，要求因啊，给人刀三工一革命，革命成功以后哈，就变中华民国嘛。啊，中华民国几年的历史？总共吼，你算日子嘛，才104年，其实是无啦，伊甲1949年就灭亡了嘛。都去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嘛，所以根本无超过60年嘛。啊，结果伊甲恁讲，中国的历史5000几年，对不对？中国较早有倒一个叫大中国，大清帝国、大明帝国、大元帝国、大宋帝国、大韩帝国，有倒一个叫大中国。各国拢毋是叫做大中国呢？啊，因讲啊，这中国5000几年的历史。因哈，同款甲瓷器的个性拢同款有无？足好势，哦，最清了就清起来有无？伫支那哈，要种族清洗嘛，同款简单。瓷器哈，在水冲一冲就干净了，非常的耐磨，而且还死骨不化。因那要清洗种族安怎？足简单嘞，明天开始。全部给我留辫子，不留辫子呢，砍头。那简不简单？所以哈、马上大家都变成清国人了啦。还有汉人了、汉人是不留辫子的呢，是满清人才留辫子呢，对不对？汉人以前是没有绑小脚呢，清国来才绑小脚呢。可能有啊，汉朝以前可能还有绑小脚。吉纳人好吧，伊要安怎种族清洗？这城内底有无？甲你杀入门口，安尼就解决了，对吧？吉纳人吼，因啊烧煤唔捌输无，烧钱嘛唔捌输哦，唔过烧怕乜嘢？哦，吉纳人你唔能甲伊烧钱，甲伊烧煤拢无效，甲伊烧怕得啊。应该恁教讲加多伊，加有在大陆啊？不是啦，加的正确名称是欧亚大陆。欧洲跟亚洲啊是连在一块的呢。全世界哈，没有人在讲大陆了。这里不是中国大陆，也不叫做大陆哈。全世界哈，其实叫大陆哈，总共有4块大陆。有欧亚非洲大陆、南北美洲大陆，还有南极洲大陆、澳大利亚大陆，古早啦。不过因为巴拿马运河开了了啊，将南北美洲切断，
变成南美洲跟北美洲，哇，安尼变两个大陆。苏伊士运河呢，将欧亚大陆跟非洲大陆切开，所以啊，变成全世界有六块大陆。啊，叫大陆的都是因为比格陵兰岛还要大的才叫做大陆。啊，全世界没有人在讲大陆了，他们都怎么讲？只有地理学上才叫大陆哈。非洲直接叫 Africa 哈，非洲大陆没有在讲大陆了 ，Africa 而已。America 阿苏，所以哈没有大陆了，没有人在讲大陆。你如果跟外国人讲我要到大陆去玩啊，他会想不出来你要到哪一个大陆玩。大陆这个名词啊，是大中国沙文主义的用词啊。这个大中国，这卫星照片哦，暗时啊翕的，全世界吼上环保的国家都一个个，一个。这北韩上环保，暗时啊看无半拍电器，有无？哦，拢。用电有环保无？足环保诶！顶年吼，金正恩啊开记者会，伊讲吼，我们已经登陆太阳成功了。哦，记者吓一跳呢，马上问他你们什么时候上去的？伊讲吼，我们趁天黑的时候上去的。安尼有回答。所以吼，咱来知影，支那这个国家哦，伊个文理、文化、信用、习惯、历史制度啊，拢有党呢。伊个党你唔知影，因为你已经用几千年啊，无感觉有党啊，你已经百毒不侵啊。为什么党？即个吼，甲即同款。革命吼，你是唔知影伊有党呢？验出来才有党呢。你吃二三十年，嘛还无感觉有冻呢，因为吼革吼轻微的毒而已的，他要吃三十年哦才会中毒了，很容易被人家忽视。哎呀，大气污染了，这个看得知，有无？那个废气污染、水污染了，这个看得知，革污染看无，甲中国文理污染同款，拢看无。所以吼，只要还能吃吼。大家都继续吃啊！你即卖咧食啦，食革命吼，你嘛唔知影你咧食革命，拢忽视。革命吼，那中毒的时候呐，这个土地啊，地爱乌掉，叫才会使搁种，种才无毒啊。真乃有毒的文化伫对，你知？因为文理上有毒，唔好的代志吼，拢甲所有查某人拢有关系。这个奴啦，对吧？跟女孩子在一起的奴啊，奸啦、啊，妖啦、啊，娼啦、啊，这都是女孩子。尤其三个女孩子哈、哦，就变奸啦、啊。看你女孩子看偌毒啊，这是不是毒？不过你无感觉啊？你讲这个很好啊，这个字很好啊。家里跟女孩子在一起、哦、没有一个好字呢，唯一一个比较好的跟孩子在一起才好。跟孩子在一起会好吗？跟孩子在一起很累呢，带小孩很累呢，跟男孩子在一起才棒呢，对不对？所以、哦、这个字也是不好的呢。这两百几字没一字好字哦、啊、你不知道，因为你用五千年啊，你无感觉讲不好啊？足水个啊！为了迄只鸟啊，足水个，迄只马足水，迄只牛、迄只羊拢真水啊，迄只鱼啊嘛真水啊。问题是有毒，你唔知影。尤其吼，查某人讲个愈少愈妙啊，越少女人越妙。为什么中国人会没有绝种呢？很奇怪哈、哦，他们不是女人生的吗？所以哈，这个是有毒的文化，有毒的文字。这些颜料哈，煮起来，诶，饭一定有毒的，对不对？足简单的道理嘛，遐革命煮起来饭一定有毒的嘛。你这些原料拢有毒的，你做出来文章一定有毒的。
因为社会安怎？足简单的嘛，女孩子哈一定要在家里哦，出了家里就不安全了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这样讲？大小姐要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。那个社会看多歹，只要出你的房子哦，你就不安全了，可能出去哦就会被。看迄个社会敢会带人诶？所以真啊，这个社会是足歹诶，这个社会呢。你爱留我捌诶，哦，这香港人讲叫这字吼、哦、是足歹听诶呢。啊，你爱捌这字呢？这字毋是好吃的鸡排呢？鸡肉吼、哦，爱会知影安怎穿？捌伊诶人稍微讲一下，哦，唔通乌白穿衫。这文化足歹。主帅啊，恁出世就尴尬啥？哦，你姓老鼠的，你上龙的龙女哦，猪、狗还是属鸡、属马、属蛇？你跟动物都一样的，跟禽兽一样啊！你不可以属水瓶座，不可以属金牛座，一定要属这个猪、狗、羊啊！这不给得了，恁敢来在做地高舞呢？甲禽兽同类哦，真正有够可怜。咱是爱做禽兽呢，咱叫猪啊，过大汉吼，唔能变做猪去呢，知无？这啊，甲你毒几落千年，毒甲你无感觉啊！吼、哦，你想猪，较少我两下哦，我就是想猪的啦。想牛哦，我较大你三岁哦，讲啊足习惯的，足自然的。那是毒呢，啊！不过吼，你已经惯习啊，你唔知影你猪你是狗，你鸡，所以教恁查某人敢来当啥？要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对不对？恁敢来当个鸡和狗甲鸡尔啦？这鱼啊，拢总共七十二尾，这鱼啊，每一尾你若熟悉吼，你就变鱼的专家啦。美国人咧叫鱼啊，敢那 fish 一字尔。对不对？这鱼啊，不要说要熟悉鱼啊，你为一尾鱼啊嘛足简单啊。这鱼啊吃完哦，唔知影鱼啊什么滋味啊。所以吼、哦，伊个毒吼足大桶的。你食大桶的这吼嘛已经食到惯习啊呢。讲啊呐，吼、哦、爱买大罐的对不对？较俗啊，无买当食较久，啊就买无细罐的，无是安怎？食惯习啊。因讲的话啊，只要言字旁的哦，是他们讲的哦，没有一个好话。你自己查字典看看，总共250几个字哦，言字部也没有一个好字哦，没有一个哈、哦、说出来是好听的 哦, 哦。唯一比较好听的、哦，最近用很多有没有？会是不可颠倒吧？哦，这么会是不可的，赞赞赞得起来啊！您就是这里的赞哦，这里写完了那笑声啊呢？你敢想了？你要敌人的赞，你要人家的好言呐、啊，要先两次用钱买，这样会赞吗？是不是？解释起来是不是很简单？两次先用钱买人家的言，这样会是赞吗？用钱花的 花钱买的话会赞吗？所以这样有毒的原料煮出来的料理都有毒的，这个字十二字而已，你如果要读这十二字，你等于要读1500字，怎么说、这字有198字同音，这字有100几字，这字也100几字，这字都100几字，这些每一字都100几字，所以你这十二字来要读，你也要读1500字啊。其他同音的几十字的吼，还佫较侪哦。啊，你看这款文化，你若讲我是大家碧玉的玉，人家会知影讲你是这里玉啊。你若讲讲姓余啊，你一定爱讲介绍讲我甲余天的余同款。所以吼、哦，足歹话，这种文化足歹。你要擘到完足困难的，
需要上大的问题是足歹学的，使用不方便。每一个会晓读写的人吼，拢已经开真济时间咧抄抄写写、辨识生字。这种长时间高代价学习嘛，一般人根本付袂起的。所以古早时代，咱的祖先啊，无一个捌字的，安怎？因为爱交代者呢，你要读册爱放的呢，你的厝的室爱放的去读册呢，爱付钱呢。所以古早人啊，大部分拢无读册。到1949年，伊的文盲吼，还佫八成。啊，恁祖先敢捌字？啊，恁祖先有法度写祖谱？所以祖谱上写，拢遐捌字的替恁写。啊，写完呢，你就叫是你姓林啊，叫是你恁祖公姓林啊，恁祖公姓王啊，恁祖公姓潘啊。奇怪呢，你唔捌字，竟然有法度写族谱？即拢甲恁讲哦，恁的祖公为唐山来，即唐山是拢遐捌字的写，互恁知呢。咱祖公唔捌字，要来遐写族谱啦。所以支那文哦，足歹学的。支那文字歹学到啥程度？因即卖电脑要输入吼，输入照你讲的真简单才对嘛。伊总共有几种输入法：注音输入法、仓颉输入法、老苏行音中文输入法、苏轼仓颉输入法、库哥脑残输入法、大兴仓颉输入法、行列输入法、大意输入法、吴湘米输入法、自然输入法、汉音输入法。你该想啦，你每学一种就好啊，你就真厉害啊呢。啊，你该想，咱那着要学遮困难的文化，英语干那一种尔，26字，有简单无？听归咱每一字，每一个人拢捌，足简单诶。啊，是安尼有遮困难诶字呢？连个输入法吼都无一定造得出来有字呢。尤其坤这个坤还要造字呢，对不对？所以因诶字足困难诶，足歹学诶呢。全世界上歹学诶字呢，这是西夏文字，足歹学诶淘汰去啊，对吧？这嘛是古早字啊，嘛足歹学啊，拢淘汰。人其他人较巧啊，有无？即嘛有迄简体字啊，因会知影。字若遮歹学吼，是要安怎学啦？所以即嘛改简体字有无？啊，只有那个国民党的死骨不化的有无？无爱改，讲要用繁体字，因为繁体字讲较水，啊，毋是共款水。因偌进步？古早时代，因四工就写四个工有无？三工有无？三就三，两工就写两工有无？四粒日头，四粒月亮有无？四尾牛，对不对？是毋是足简单嘞？看字就知影。有困难无？这屏东一个庄啊，拜托你甲我讲，你住倒一庄？这庄是倒一庄啊？这叫做嗲米，这叫做跳米啦。啊，拜托诶，你若要共解释讲你住伫倒，啊，搁还搁解释哦。你若要用写诶吼，吼、哦，你着啊搁摕出来抄。乌龟诶龟吼，我较做那袂晓写，我拢学我画一个圈圈哦，一个头，一个尾巴，四只脚，安尼较简单。所以其他文字哦，足歹学诶。咱无必要学迄种文字啊！即个西工个，古早时代即西夏的文字哦，人因偌先进。恁讲恁即摆咧3P、4P、5P、6P 哦，人因迄阵啊都有4P 啊，有简单无？恁即个3P 尔，人因即摆已经4P 啊。古早一定原来真正有10粒日头有无？叫写6粒了，剩4粒，对不对？现在更加伟大，写到剩一粒，伟大无？所以吼，真啊人文字吼爱淘汰，唔通阁有真啊文字啊。我即查资料，即叫做啥哩啦？见笑草，伊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哦。接触过多哦，会引起眉毛稀疏啊，前珠啊有小毒。我才知影讲，我即卖目眉是安那遐少。
因为我小孩很爱生含羞草，对啊，接触过多会引起眉毛稀疏啊，啊，有些小毒，咱都唔知影。讲咱台语啊，咱若咧教台语，讲用这种八种的动物甲带落吼，所有的台语的音拢读会出来。狮虎爸比狗狗像鹿有无？所有的台语音拢会当带落，看偌可怜。咱台语敢会当甲这禽兽斗阵吗？所以这嘛懂呢。应该你讲安怎？阿香啊，甲阿胖啊去香港买香真香有无？你咪使讲阿胖啊，甲阿香啊去香港买香真香。在你讲啊，这困难的字，你若讲给外国人听，是外国人唔知道要香去倒去呢？其实是咧卖香呢，对不对？咱讲香港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垃圾港。咁多其他人搞不清楚，什么叫做香呢？因讲在阿香和阿香去香港买的香真香呢，所以吼、哦，这款文字要淘汰啊！这甲你读几落千年，你已经无感觉啊！你甲你，咱这古早时代哇，牛马羊猪啊，这拢野生的呢，对不对？要咱人类用啊，爱甲征服呢，爱甲驯化呢。哦，猪唔只互你食，羊唔只互你食，牛唔只会当互你晒，马唔只会当互你骑。这嘛同款呢，连这嘛是烧香呢，这的植物嘛同款呢，拢爱甲驯化呢。啊，野人要来驯化，野人吼、哦、嘛是爱同款甲征服。哦，要来征服，较早的皇帝爱读帝王学。啊，那一般的野人呢？爱读啥？野人哦，爱读《三字经》，读二十四孝，知无？安尼恁在驯化，哦，安尼驯化。应该恁教安怎？哎，你们都是龙子龙孙，有没有龙的传人呢、啊？你想上简单的啊？较早你若讲你是龙的传人哦，皇帝先给你抓一抬头啊！龙的传人哦、啊，只有我的儿子才叫龙的传人呐、啊。对不对？真龙只有一条，其他的呢？那好可怜。你说你是龙哦，你还抬头，很简单的道理嘛。连那个龙凤酒店有没有？那个黄梅调有没有？他说你自称龙凤酒店，你已经欺君了呢。你的名字叫龙凤酒店，就欺君了呢。皇帝哪要给你抬头？用这条就给你抬头啊。伊讲想要爬迄个小姐讲好，无要紧，龙凤互你用。所以吼、哦，皇帝读的册，甲你读的册是无同的啊。因读什么？读帝王学。啊，恁呢？恁在读这二十四孝，有没有？二十四孝第一孝在啥？孝感动天呢、啊。讲舜吼咧犁田的时候，有大象甲鸟来甲斗三工啊。咱即马咱咧犁田，嘛有牛甲咱斗三工啊，嘛有迄白灵犀斗三工啊，对不对？安尼你嘛孝感动天啊，对不对？迄个骗人啊，因为伊是皇帝啦，皇帝写伊家己孝感动天啦、啊，这是毋是甲恁骗的？啊，搁这个皇帝讲哦，清肠汤药，恁老母医生开好药啊，你先食看卖啊，吼。那有这个戆的皇帝？拜托的，伊是咧讲以孝感动天呐、啊，所以哦，这个孝你唔通真正信伊呢，孝一孝就好哈。这曾孙啊，讲夹枕头啊，因老母心就疼啦。拜托的吼，恁囡夹较大个，夹好长，看恁囝会感觉未？即卖免遐麻烦吼，大哥大卡得啊，知无？叫恁囝较食卡电话得啊，唔通夹枕头啊。夹枕头夹到长去，你都无感觉，吼、哦！即个啊，讲为母埋儿嘛是一笑啦，这犯杀人罪呢。其他人杀人不算什么啦，他们吃人肉也很正常。所以吼、哦，埋儿也可以当孝顺之一啊。还有这个啦，还有那个卖身葬父啦。讲一句较实在，这是借口呢。你若要抬恁老爸
一定要把自己卖掉吗？楼下乌一空就添了台啊啦！那有那种卖身葬父的，这是给恁骗的嘛？因为这啊，什么枯竹生笋哦，莽撞的位置开始的，枯竹会生笋哦，你用棒料较紧啦，对不对？枯能够生出笋来啊！你知影恁家咧拜神主牌啊？为倒来？为这丁兰啦。丁兰吼，因老爸死了吼，到溪仔捡一块石、一块柴吼，刻因老爸的名，开始拜，开始，其他人才开始在拜神主牌啊，为丁兰开始。安尼讲嘛是一笑之一啊，所以只恁笑一笑就好哈、啊。伊即卖咧教三十六笑啊，恁能真正信呢？三十六笑更笑一点，只啊笑一笑就好哈、啊。恁一般人哦，野人爱读什么册？野人读这啦，读《三字经》、读《弟子规》、读《四书五经》、读儒学啦，读孝顺啦，这样才能够驯服你，对不？加《弟子规》啊，唔啦呢，爱个读五伦十义四维八德三达德三纲五常呢。啊，女仔啊，女子啊，讲诶，无德便是才啊。啊，恁读这这要创啥？所以女孩子哦。无德便是财，你们只要当奴隶就好，有没有？因为奴怎么写？很简单嘛。其他人偌烧钱的，孔明偌烧钱的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外国人一个甲研究起吼，吼、哦，孔明拢用骗的啦，三十六个拢骗，满天贵号巍巍。造借刀杀人，趁火打劫，声东击西，隔岸交火，顺手牵羊，每一个拢骗。外国人一个研究员讲吼，其他人咧讲啥拢免信，你都判赢伊啊，对不对？安尼《孙子兵法》有一代哦，每一句都是骗。乾隆皇帝吼上赞，伊知影这汉文化吼有够烂。吉纳的文化有够歹，所以安怎？伊吼每一摆伊欣赏过的图吼，拢甲断一条音啊，大大个伊啊，好在乾隆鉴赏过无？每一摆伊图看过吼，都甲你断一条音啊。什么原因？伊就是要甲这汉文化甲你摧毁掉。你别想过无嘛？蒙娜丽莎边啊，给你断一条乾隆鉴赏鬼啊！迄个呐，好佳哉！蒙娜丽莎无去到中国展览，啊无过去予乾隆看过哦，伊北斗都搁去啊。这种烂文化，乾隆就知影，所以将甲你毁掉。要断伊那人作秀呢？邓小平啊，毛泽东啊，蒋介石啊，蒋经国，连李登辉。陈水扁哦，即卖马英九拢想要等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安尼讲，有所在通等，等咧后壁敢袂使，都是袂使，因为呐，要甲你即巴肚毁掉，所以那唔只得等咧头前，无等咧后壁敢袂使，即个就是要甲你毁掉。你看，好佳哉无来中国展览，啊无吼，那每一个人拢点。拢个签一个名诶，来只王显杰 Jacky， 你个想即幅图，感觉够看。所以真啊文化吼，足歹文化。这人事连我也多，每一个看过吼，拢个瞪一个伊人，想说提示吼，即幅图画了足水诶，画甲出神入化，嘿啊，你解释吗？所以啊，即幅图嘛废起来无。真啊文化歹歹伫遮。我一摆要领钱吼，我赚唔到囡仔去，讲唔好你领。我搁等伊，搁变几落粒，所有囡仔总炸去，讲唔对啦，一定爱迄粒啦。我讲啊，无遐个钱，到底是迄粒囡仔个啊，我个。迄银行讲吼，迄粒囡仔个啦，你有法度要。所以吼，这种文化吼，谁来因唔承认所有教育？全世界该派的教育因为全世界反拢无用因啊，
敢若真仔人用因啊，恁拢无当因啊嘛，所以遐个条条约拢无算。所有甲真仔签的约吼，拢不平等条约，因为恁拢无当因啊，所以拢无咧守啦。马关条约啦，天津条约啦，南京条约啦，每一个条约因无咧守的。所以你甲伊拍合约，有效吗？无效。写去到大本都无效。你甲真仔人拍契约吼，拍输伊哈，马关条约有大本无？伊都唔守啊！你拍契约过啊？好吗？上早我查个资料，伫1004年哦，迄临渊之盟啊，伊安那拍？伊讲哦，宋朝每年送来10,000两银、20,000匹的布，安尼吼，我就叫你阿兄。安尼讲，这不平等条约啦。你拜托的，你当年若拢送我100万哦，我叫你阿祖就会使啊。啊，你爱人叫你阿兄，啊，送钱给人敢有过分？对不对？足简单的道理嘛。安尼讲不平等条约，对不对？所以哦，金条啊，一直吼宋朝拍有，碰你一摆拍，我就叫你赔钱就好啊。这就真正宋朝的条带啊，宋朝的条带就包青天的条带啦，好不好？这个周星驰演的包青天啊，啊你唔通就是讲宋朝真正有包拯这个人呢？宋朝没有包拯这个人啊，也没有包青天这个人啊。包青天这出戏是中戏编出来哈，你唔通要真正去找历史找包拯呢？没有这个人哈，这个人啊。是假的哈，宋朝吼是全世界认为啊，这是真正属钱那的。第11世纪的时候呢，迄阵是全世界上大的国家哦。伊讲一把尚方宝剑哦，上斩昏君，下斩财臣。拜托的，敢有可能？我皇帝赐你一支剑来斩我，卖戆啊哈！这包青天哦，哎，是不是？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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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那条歌是不是真好听？你来想看卖，足简单嘞。包青天住伫对，开封府伫对，洛阳平原呢？啊，洛阳平原讲什么话？讲河洛话啦，无可能会唱北京语哈。你唔通就是讲金超群咧讲的北京语，讲到真卷舌、真标准、真好听。假哈，伊、哦、是爱讲好老话才对。这个南宋哦，宋朝啊，甲金朝战争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这一定讲好老话哈。开封伫遮啦，遮洛阳平原呐、啊，所以你甲读历史吼，要斟酌。伊历史写假吼你啊，你嘛信噶？伊讲关公啊，偌伟大无？关公举一支大刀啊，斩六将，过五关啊！你唔通真正信呢？关公一支刀，照伊个册写开是54克呢。你上简单想个啊，你若要练身体吼，举哑铃54克，你往那举无3摆啊？啊，你要安那战争？你甲我讲。所以我的假呢，这样绍兴合约嘛，同款南宋甲金朝签的，迄阵啊边界那个重划，安怎？过当年吼嘛是还过送钱去呢，每年向金国缴纳贡银25万两，绢25万匹，安怎起价啊？你拢唔守条约啊，还起价啊？安怎唔守死条约？你派一个岳飞，逐天拢来甲我拍。你每甲拍一摆，我就叫你赔一摆。所以啊，迄、那个皇帝吼挡袂掉啊。岳飞，你甲我转来，12道的金牌甲你调转来，你唔转来，12道的金牌甲你调转来抬头。我现都甲伊讲好势啊，你一日干拢在甲拍，你每甲拍一摆，我来赔一摆，安尼会抬头哦。
莫怪勤快啊，甲调转来。勤快吼，甲调转来，用莫须有的罪名有无？甲判无？判甲死，判死刑了安怎？讲伊的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啦，迄是甲恁骗的吼。精忠报国唔是因老母刻的，是迄阵啊宋朝每一个要做兵的人哦，拢爱刻字。上阶级的爱刻咧面的，过来刻咧手的，较高级的刻咧脚趾片。做兵拢安尼呢？秦桧哦，伊这个故事啊，伊秦桧是反派角色。啊，那是这叶飞啊，讲做民主大英雄有无？你个想看嘛？即阵啊，马英九呐叫郝柏村去见证啊，郝柏村去啊，啊那无叫伊去，郝柏村家己去共拍，迄个做叛将、叛国呢？安尼是不是叶飞爱斩头？甲你骗讲哦，吼、哦，这叶飞哦，精忠报国呢，因老母甲刻的呢，这假啊，这是甲清朝的时阵才安尼写的，宋朝的时阵伊是无安尼写哦。叶飞讲神力惊人呢、哦，能开300的弓，80之弩，拜师于弓术名家周同，能够左右开弓，吉纳的文化有到关阿底下。你一定要拜师高师啊，名师啊，才能出高徒啊。啊，那呢？爱因斯坦唔知像搞出来吼，唔知多解名师啊，即我都盖爱迪生出来啊。外国人无什么名师呢，爱因斯坦就造出来呢，爱迪生就造出来呢，对不对？你这些名师，干哪我都盖这个叛将呢。文真啊，文化我老歹。岳飞因老爸翘起吼，爱守孝3年呢。啊，因老母呐，我那顺续翘伊哦，爱守孝6年呢。因阿公顺续个翘伊，都爱守孝9年。因阿妈呐个翘伊哦，爱12年呢。爱一世人都拢咧守孝的话，啊，这种文化跟足可怜的文化。岳飞上。就做这条歌，这条歌偌好听呢！怒发冲冠，凭栏处，潇潇雨歇。太王爷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。但使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夜。莫等闲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秦抗赤犹未雪，臣子恨何时灭？家常居大破，何然山缺？壮志饥餐胡虏楼，笑谈客饮胡匈奴血。待从头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。足好听，对不对？你甲恁骗的啦！岳飞倒个人？岳飞是南宋人呢，南宋是河洛人呢。河洛人哪有可能唱北京语、唱普通语？对不对？足简单的道理啊！您即马 Google 哈，上 Google 在 YouTube 上面打上《满江红》，谁肯唱的？就知影虾米叫做最好乐的《满江红》，足好听。秦桧是组合的嘛，对不？啊，这岳飞是主战的嘛，将相适合，所以这国策呢，虾米国策？我宋朝甲金朝都要议和啊，你岳飞干阿在共拍，所以一定爱赔钱的。叫你倒来抬头，落12道的命令，你也唔倒来。林某若卡电话，卡一摆给你吼，你也唔回电话，迄个手机也就讲歹去啦，对不对？那我皇帝落12道的命令了，你也唔倒来，这一定要抬头的。所以岳飞是民族英雄哦，叛将。
所以勤快咧戴罪啊，一世人拢爱用欺负啊，勤快讲汉奸，啊要包你哦，就甲你为这民主大英雄无，勤快就獐头鼠目啊，这就是历史。因为历史吼，搁伫遮无，伫做兵吼是非常的卑贱呢。一个人呢，无甲万不得已是无要去做兵的呢。伊其他人足简单的，因讲好铁不打钉有无？好男是不当兵的呢，只有那个烂咖才去当兵的呢，对不对？啊，毋只爱恰你，恰只讲，哎，我是逃兵，马上看水灾，足简单的。所以是怎样钱的人战争不赢，拢一挂烂咖的小姐妹那战赢啦，对不对？要好男当兵，这战争唔叫战赢。日本人咧选兵，吼、哦、爱甲你称偌重、量偌悬，爱看你平衡感好无？爱看你的身材会用的，收大块是袂使呢。安尼唔叫叫做做兵。林光杰啊，这国父啊。国父啊，伊讲哦，世界潮流浩浩荡荡，顺之则昌，逆之则亡。伊是咧讲啥？全世界拢守万国公法、国际法。你如果守这个法律呢，你就会昌啊；你逆了这个法律啊，就会灭亡。所以，中原人无去啊，客家人无去啊，河洛人无去啊，广东人无去啊。这本来拢每一个拢有一个国家呢，这个国家拢叫啥物去啊？拢叫大清帝国灭去啊！所以大清帝国即马跟讲普通话好无？恁即马就是讲恁咧讲中国人的话啊？郑汉林是无咧讲北京话的呢？郑汉林讲河洛话呢？对不对？伊讲哦，伊是临时大总统呢。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呢，要修国际法。啊，什么是国际法？国际法内底规定哦，足简单的。第一点哈、哦，伊讲哈，占领你袂使讲移转主权呢。安怎讲？如果占领可以移转主权哦，伊拉克我占领，阿富汗我占领，都变我的啊。我敢有倒一条油管，我抽来我美国？无啊！为什么？因为占领袂使移转人的主权呢。我袂当甲伊拉克改做我美国呢，啊，甲科威特改做我美国呢，袂使。我甲你占领了吼，袂使改你的主权。啊、哦，流亡政府啊，袂当就地合法呢。迄阵啊，较早法国流亡政府到伦敦了无？啊，比利时政府嘛流亡到伦敦啊，连那个韩国克里亚政府嘛是流亡到上海哇，袂当就地合法呢。哦，你个就地合法变啥？伦敦煞变法国的，上海煞变韩国的，啊，即马迄德兰沙拉煞变迄个达诶西藏的，啊，其实毋是叫做西藏啊，达赖喇嘛的国名毋是叫做西藏呢。伊是叫做吐蕃呢，啊，伊毋是流亡伫印度呢，伊是流亡在达兰萨拉呢。流亡政府是干来上流亡伫城市呢，袂当流亡伫国家呢。所以啊，应该恁讲喏，哦，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有无？那是错误的哈。都干来这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，袂当在台湾呢，只能在城市。啊，嘛袂当就地合法呢，干哪会当就地合法？吼、哦，上赞！我即啊，流亡政府流亡到美国，就地合法，美国煞变歪哦，拍歹个，对吧？所以流亡政府袂使就地合法，足简单的道理。啊，哪些占领袂使移转主权呢？安尼世界才会和平。啊，哪个？我甲你占领袂使变歪个呢？啊，哪无啊？一日干拢咧烧钱啊！我只要我的武力比较强，我给你占来，你就变我的了。唔过啊，国际法的规定，占领袂使移转主权。你都好，你占领了，
未改变我的主权，安尼全世界都未战争啊，对不？我无介意你，无要紧，我给你换政府，把你的政府换掉的话，未使改变你的主权，安尼怎？啊，战争就是要换你的政府啊。所以法国的流亡政府在伦敦哈，伦敦未变法国的，中华民国流亡在台北哦，台北嘛未变中华民国的呢。哇，这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呢？中华民国的国旗是五色旗呢？真正的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是袁世凯。袁世凯公举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，有没有？中华民国的国旗，必须定定咧改改，就战争法了哇！战争法是无这本册呢，你唔通讲上完课我来册叫我买一本战争法，无战争法这本册哈。战争法是啥？战争法哈是这公约综合判断出来。第一个是海牙第四公约、日内瓦和平公约、红十字会总章程，还有美国陆军总署的野战手册，还有美国最高法院有关战争的部分的判例，还有这些惯例法，综合起来才叫做战争法啊。在1912年驻中华民国成立，有没有？孙中山驻袁世凯成立哦，对吧？这个啊，孙逸仙、孙军逸仙、唐军少凯、武军廷芳，这些都重要的官员呢。中华民国靖国军军用钞票，现在呢在靖国，靖国军。正中华民国的国旗是这支哇，啊，这支是大清帝国的国旗。大清帝国本来无国旗呢。大清帝国吼，是伊的留学生在1889年的时候去美国留学啊。哎，那全世界人各国拢有国旗啊，干阿咱大清帝国无国旗，所以吼用这一面旗奏请皇上为大清帝国国旗，嘿，皇上恩准。哦，所以以这一面国旗啊，变成大清帝国的国旗，在1912年的时候被这一支国旗啊给取代了，有没有？啊，这一支呢又被这一支取代了，对不对？这支呢，这支是海军的军旗呢，这支从来没有变成国旗过，啊、哦，这支啊有十二道光芒的呀、啊，从来没有变成国旗过，伊是来个台湾。哦、在1946年定案，在1954年才公布为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国旗。啊、1949年都已经灭亡了，哪个台湾定的国旗，那是中华民国的国旗？所以、哦、这是在骗人的、哦、孙大炮的三民主义，是不是民生、民主、民权主义？林肯啊，一共啊。一个政府啊，如果是民有、民治、民享的政府啊，永远不会消失哇！所以是不是讲这个，拢赶快美国来管呢？这林肯上有名的这项代志就是啥？解放黑奴。解放黑奴了吼，黑奴是真艰苦呢，黑奴是足生气的呢。伊讲呐，阮伫遮做奴隶的时阵啊，有通好食，有通好困，有通好住。有工作然后做啊！你想要要搞阮解放？你搞阮解放了，阮无当食，无得困，无工作然后做呢？白人更痛苦。白人哦，一解放了啊，所有的工作拢无人然后做，爱家己做，所以白人更痛苦。谁最高兴？黑人很痛苦啊，黑人没有工作，没饭吃，没地方住啊。龙的传人最高兴，哦，这龙的传人啊，马上有工作啊，对不对？这龙的传人啊，本来龙只有一条嘛，一条龙要4亿人去服侍啊，很多人都是剩余人力了，对不
所以这些奴隶马上就找到工作。所以他们唱这条歌，有没有？这条歌说这龙的传人，有没有？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，它的名字就叫中国。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，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。鸡笼脚底下我成长，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。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，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。很好听的，对不对？给你们骗的啦。甜言蜜语、特别好听的，对不对？你在怕女朋友的时候，总是会讲甜言蜜语的，这很正常啊。所以哦，不要被骗了啊、那嘉野龙的传人哈、你只要打赢他，他就当你的传人了啊。嘉野，要做华工啊，唔是遐简单呢。你要买船票呢，无人义务他要给你载去美国呢。一个人够有钱，能买船票？无呢，爱家己卖掉。敢那即卖中介无？越南劳工、泰国劳工、菲律宾劳工来个台湾安怎？先甲家己甲中介公司借钱买船票过来台湾了，逐个月扣，对不对？同款，即下去美国啊，去铁路同款呢，即同款啊。坐船啊，坐两个月去到美国呢，坐去到美国才四六成呢，所以讲六四三楼一回头啊。几那人啊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嘛去帮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呢，这样、龙华工，因为怎样去做奴隶的时候，还佮绑着辫子，对不对？因为辫子吼、免水头。对不对？无时间拿水头啦，做奴隶哪有时间拿水头？绑辫子，你家己想看麦，你的辫子呢绑成这样吼，你多久会洗一次头？现在的女孩子呢，一个礼拜不洗头吼，你就受不了了啦。人家这些龙的传人哦，不用洗头，这样拢去做一战的奴工，做奴工哦，因为要绑辫子哦，每一个人绑辫子哦。这就是那全世界人拢知影不干净的原因啦，就简单的，很容易就判断出来嘛。用筷子吃饭嘛，绑着辫子多久会洗一次头？洗澡可能还比较快一点啦哈。这拢是龙的传人，这龙的传人哦，唔啊去美国尔呢，嘛去加拿大去铁路呢，甚至啊去这美洲。啊，甲加拿大的铁路啊，拢叫人去的。这巴拿马运河啊，嘛拢叫人去的。这啊，这南非种甘蔗、臭甘蔗，赶快叫这些龙的传人去做。安怎讲？因为太俗个，欧人都请会起龙的传人。所以哦，巴拿马运河嘛，因去的。巴拿马运河起完了，哈，中国人无分啊。所以哦，中国人足苦的，感觉讲全世界哪会使安尼对阮、对待阮？恁家拢不文明的国家，阮即摆要阁起一条尼加拉瓜大运河，要比巴拿马运河阁较宽。签你啊！讲拥有100年的营运权，这偌长？276公里，230米宽，深27米深。你敢想啦？为台北起这条运河，起到台南，跨度230米至500米，深度30米，安尼是毋是爱做奴隶做一世人？所以哦，这贾博士哦，足巧诶，吼、马上就知影。还有拜托，你们这些龙的传人啊，要做奴隶哦，免出国啊！我即马吼落订单互恁就好啊，有赞无？嘛，免买机票，免买船票，我只要下订单就好了。所以吼、他下给郭台铭，有无？啊，郭台铭怎啊？比下这本了，
嚯，100万人来帮他工作。iPhone 6、iPhone 5、iPhone 4、iPhone 什么？我怕了，唔怕了，拢遐来做，安尼有简单。所以今晚要做努力吼，免出国啊。这王朔，中国的一个作家哦，伊讲哦，很多事一直都在验证中国人是猪这一个事实。伊安怎讲？伊讲哦，中国人是猪哦，感情上不能接受，可是他妈的很多事都一直在验证中国人是猪这一个事实。不侵犯到自己的利益的时候，他就知道埋头赚钱，埋头吃饭。谁死了都跟自己没关系，一旦伤害到自己，马上惨叫，哭得呼天抢地。然后一个大馒头一丢过去，那只猪就点去了，是不是这样？这就是钱的人。这猪这个马兰台湾人，我们根本就不配做猪，对不对？当然我们不配做猪了，被猪教大不能变成猪啊。这个这人多厉害，这李德喜啊，他是一个相声的演员哦。在香港哦，八七八的相声的时候哦，叫做报菜名。哦，这个菜名哦，报完，人常家讲叫做这叫做满汉全席啊。满汉全席是这个人创作出来的。你们就是讲慈禧太后真正有吃到满汉全席呢？把你骗了哦！其他人做好吃的，对不对？因啊，有某爱食到脏水，无某爱食到清腿无，有卡爱食到老腿，无卡爱食到倒龟无。这就是其他人啊！所以因啊，见面头一句话就问你食饱未无？因干那为着食呢？因的世界干那食呢？因那咧佚佗吼，看溪仔底那一尾鱼，就想着即尾是要红烧啊，要清蒸呢。所以中国现在觉得有动物，像那只那个睡不饱的那只有吗？啊，不然还有哪一只？连蛇也抬到没看那蛇，虎也没半尾啊，还有看那龙，拜托的，龙根本不可能哈。这些哦，都在骗人，尤其做生意人。做生意人啊，你那个见面，你讲问伊食饱未？一定话阿未啦，对不对？阿未唔叫生意，然后佫讲，大家到底来食饭，佫讲一摊生意。你那个应食饱，啊食饱就好啊。所以啊，做生意人哦、啊，伊若食饱，一定话阿未。你那干那为着一顿饭吼，来，其他人。上该讲的就是吼，只要有一口饭吃就好嘛。阮家欠足侪路咧，你若只要有一口饭吃，拢来阮家。我给你两口饭，顶杯，安尼有赞无？通通到我家。所以啊，那是咧给你骗的。那这么小的胃口，只吃一口饭，对啊，拢给你毒几千年。啊，毒到咱即卖嘛，足惯势，见着面就食饱未？对不对？迄已经是互伊毒惯势啊，迄个毒的文化已经深入你的骨髓里面了。毒到啥程度？毒到猪拢痴迷啊，嘛臭你人啊！安怎讲？咱个讲吼，即只猪吼，唔通讲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啊，台湾等于中华民国，这样咧痴迷的看无？中华民国四字台湾两字安尼相等，我去税关处个问讲，啊无中华民国会等于台湾吗？伊讲对啊，很奇怪啊，明明就四个啊两个字，我讲啊你那个蔡姓坚会等于王显杰吗？伊讲不是啊，啊中华民国会等于台湾，我甲讲哦，无你归去吼，讲这英文等于英九，唔是够较紧，英文。跟英九只差一个字啊，是不是更加准？那中华民国会等于台湾，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啊？讲讲未听呢，真正痴痴迷，搁臭鱼人，这样、啊，其他人就是安尼。汉满门徽章哦，吼、哦，拢黄色诶，
就跟他讲，咱拢讲的，这是恁拢黄色的，拢是龙的传人啊。福广米叶苗啊，赶快弄黄色哎！唔过那龙的传人只有那一条，黑人跟白人那个曼德拉、哦、是分得足清楚的呢。黑人白人一看就知道。唔过吼，这系黄人吼、哦，奇怪，那拢分袂清呢。日本人吼、哦，想讲要甲因解救出来吼，英国。万分日本人，阮都做老嘞，做甲好好势，恁是要来遮？这个故事吼、哦、，Google 一下，老鹰跟小鸡的故事。伊讲吼，这个呀、啊，你老鹰啊，如果跟鸡生活在一起、啊，这只老鹰啊，慢慢的变成一只鸡呀、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老鹰自以为你是鸡啊，我一个朋友在花莲啊，他自小就饲一只鹰啊，饲在鸡条里面。到两年前，说要将这只鹰啊，要给它放生，哦，给它抓去路中给它放的。他想说，放生嘛，啊，那只鹰会不会飞。对面一只车来吼，驶来驶紧紧啊！安些司机咧想，安些老鹰伫遐一定会飞去嘛，吼、哦，我着甲弄咧，煞叫弄死，煞变放食。老鹰啊，跟鸡在一起啊，生活在一起啊，被交大它就不会飞，啊、哦，不止不会飞哦，这只老鹰啊，还是一只被歧视的鸡哦。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是老鹰，只有你不知道你是不是鸡，所以你被歧视了啊！你还不知道，你还一直以为啊，奇怪，怎么大家都不跟我玩？大家都知道你是老鹰呢，干啊！你唔知道你是老鹰啊？这只牛嘛，同款啊！这只美国的一只白黑牛啊，哦，做密尔克谢克。自细汉吼，甲狗斗阵大汉，饲了你若无甲囥咧盆仔内，伊唔食哦，无爱食草。问题吼，袂晓吼吼吼，迄只牛骨较叫吼嘛是毛毛，对不对？因为伊是牛嘛，啊伊唔知伊是牛哦，吼伊确实伊是狗。台生来下一张，这个啊，清国的官哦，大清帝国的北路李欢同知，史密尚书一讲啊，下面有这尚书，就是奏请皇上啊，尚书啊，皇上是袂使写假的呢，无是犯了杀头罪呢，有无？欺君之罪呢，所以写的是一定真的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呢？全台无地非藩呢、啊？一府数县皆来自生藩县那而来。哎、啊，恁是虾米人？啊，你甲我讲，恁祖先为唐山来啊？千国哦，千国是比唐山迄阵啊较久哦，迄较早哦，对不？千国是较最近的尔、哦，迄、那个史密讲的哦。专台无地非藩哦，啊！你甲我讲，恁是龙的传人哦，啊！恁这藩啊是在做藩的哦，龙的传人哦，龙的传人敢来上做啥？啊，做遐个太监，咱不是袂使甲伊争的呢。曼德拉是足清楚的呢，黑白就分得足清的呢。伊讲哦，我痛恨种族歧视，因为那很野蛮。种族歧视这么野蛮哦，但是不包括龙的传人。伊讲教育啊，是用来改变世界最强的武器，这就是下面咱来上课。黑蚂蚁哦，跟红蚂蚁啊，蚂蚁的眼睛都是瞎的呢。黑蚂蚁足骨力的，红蚂蚁足平端。
红蚂蚁就要把黑蚂蚁杀掉，把他的体液涂在他自己身上，黑蚂蚁的子孙呢、啊，就一生为他效命了。曼德拉的目睭是无痴迷的，啊，不过遐个黄种人吼、哦，大家拢痴迷。即嘛咧讲，拢讲咱是番，咱台湾人讲的开基座，台湾人较早拢唔捌字的，拢有开基座。乾隆23年的时候，令归附平埔族的征伐结变，便实施四姓政策，一令改名，改姓汉名啊。此令一出啊，60几万马上改汉名。甲48年的时候，91万改汉名。问题是其他人挡袂牢啊，其他人讲恁家拢反呢，那会使甲阮共祖公？反袂使跟阮共祖公，干那阮只会使过共祖公尔。恁其他人，恁汉人，恁只反啊？那有猜阮汉人只伟大？阮汉人啊，会当做太监，将家己的宝贝割掉，安尼再来做龙的传人，对不对？安尼伟大，恁敢有才调？恁无才调啦。你那想变刻葵花宝典呐、啊？葵花宝典，你知道吗？要练子宫啊，必先自宫啊，这叫自宫啊。自宫了有偌济好处，拢会当做宦官呢，所有人做官哦。来，恁家每一个拢去甲他抬掉，马上官啊，恁做，恁袂啊？咱这宦是无来呢，唔过人因咧吉那人哦。大家都爱做，对不对？咱唔好讲钱啦，咱唔好讲计钱者，即系宦官啦。每一个拢做大官的呢，尤其这小李这有无？这李莲英上出名有，这拢宦官呢，拢大家拢有权有势呢。只要练葵花宝典就好，安尼有伟大无？足伟大，人因做多咧是做个足有气的呢。那唔好计钱啊！遮个宦官啊，大家拢有钱有势呢，所以因的历史拢是假的。遮个有倒一个叫做大中国、大清帝国、大明帝国、大元、大宋、大金、大辽、大唐、大隋、大汉、大周、大秦，有倒一个叫做大中国？无呢？这个讲我做秦始皇啊，啊，您知道这个像哦？这个讲我做汉光武啦，啊，那会生做这样？这个较好笑的款，这都是历史啦。其他人是多一个捌看过秦始皇，多一个捌看过汉光武，唔过我会晓画啊，啊，画了呢。反正大家嘛捌看啊，敢那大家拢生做真同款啊。反正都黄皮肤嘛，都黄色，无啥差别啦。这样啊，这赵泽平呐、啊，接着这唐玄宗呐、啊，这是不是我那生做真同？这都是历史啦。历史是讲啥？全世界人写历史的，不是拢伊政府咧写的。写历史是要创啥？要见往开来。你的历史若写假，你就没有未来啊！因为历史拢去讲啊，拢去假历史。不过因为国家拢咧灭亡啊，中国5000几年，各国拢咧灭亡，无一国较久的。上久的。偌久？讲800几年的朝代，敢有影？这秦始皇啊，秦始皇啊，伊是羌族人呢。因老爸啊，这嬴，嘿啊，这嬴政，哎，唔是啊，伊个名啊，这嬴政啊，因老爸啊，这吕不韦啊。其实啊，吕不韦嘛，敢那假。
秦始皇啊，十三岁就做王啊，三十九岁统一钱啊。秦始皇创立各种的制度，钱同币，币同钱，车同轨，书同文，焚书坑儒。所有的册拢啊，秦始皇烧完去啊，啊，恁家有祖谱？哦，恁家的祖先五千几年啊？卖讲啊，较早我都写祖谱，干那皇帝尔啦。皇帝才有祖谱啦，一般这野人呐、啊，是我咧驯化的对象。因老爸真正是嫁讲的是吕不韦啦，《史记》内底写的司马迁，不过你都知道因写的拢是写假的吼，所以这原来假的。秦始皇统一六国了吼，赚真侪钱对不对？啊，钱拢去啥？万里长城哦，去甲足伟大啊！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呐，去甲中国参观哦，都带因去参观长城。你无感觉好笑吗？恁家人客来，你会带伊去参观恁家的围墙啊未？哦，这围墙啊，阮祖公吼，就起偌水嘞，起甲偌伟大嘞。阮的祖公的祖公，拄几落千年之前就开这个围墙啊。其他人感觉无啥嘞，吼、哦，起围墙啊，怎好个呢？钱拢开伫遮，恁家啊，若有人客来，你是会去带伊去看恁家？吼、哦，我都挂一百迄落。蒙娜丽莎的微笑，那我就带去参观恁家的围墙啊！啊，佫敢讲哦，吼，围墙外口拢阮的土地，全世界遐领袖去参观了吼，哈，长城外口啊，恁的土地，足奇怪呢！啊，围墙啊外口佫拢恁的土地，啊，无恁这国是到底偌大、啊？伊讲哦，迄西教飞袂过，迄拢阮的。因讲呐，吼、哦，自古以来遐拢嘛阮的，干那要讲自古的吼，为盘古开天地迄阵开始讲好啦。盘古开天地的时阵，规台湾拢嘛阮祖公的，啊，恁遮拢占阮的土地哦。自古吼，月娘嘛阮的哦，阮派嫦娥去占伊哦，后羿搁较厉害。月娘啊，阮甲射到了，来剩留一粒倒在天顶尔，迄粒原来阮的，知无？天啊，阮派泥瓦甲补起来，天嘛阮的。所以吼、哦，唔通用自古啊，迄自古的吼、哦，规台湾拢阮的啊，恁遮拜托的爱立税金，拿来阮家，哦，规台湾拢阮阿做的，真是用钱拢开的这啦。所以短短十五年尔，这阿房宫啊，阿房宫迄阵啊，叫吴广啊灭了啊吼，听伊讲拢总烧浸梅七天，所以钱拢开伫遐烧浸梅七天，所以钱啊人吼。那打赢你了哦，头一件代志要做啥？将你的城给烧掉。所以钱那历史内底无什么古迹建筑啊，伊拢烧掉。每一摆战争，都给你屠城。扬州十路啦，南漳之徒啦，江阴之徒，嘉定三徒，苏州之徒，长手屠杀，无锡之徒，这些之徒拢历史记载呢。我只要派下力量，龙台台要大乱，换我的人入去，这个城就变我的啊，这个国就变我的啊，安尼简单嘛？因为文理嘛写到真清楚啊，要做国就写先太堂头，推翻了就收所有皇宫啊，拢甲毁掉啊。这陈胜吴广啊，迄阵推翻秦始皇的时候，无炸武器啊，都甲推翻啊。这样人上离谱，因为历史安尼甲你教，汉
汉高祖刘邦，刘邦甘你汉人，你就是遐汉人，就是汉人啊。刘邦是东夷人呢，隋高祖杨坚，唐高祖李渊，这嘛不是外国人呢。成吉思嘛是外国人呢，蒙古人呢。哎呀，啷个人讲？讲我这成吉思汗哦，汉是尊称呢，汉是皇帝的意思，大汉呢，大王的意思呢。那有人给你灭国去啊？你搁叫一个大汉呢？蒙古人，你敢咪讲我是真啊人？伊都无咧拍大伊个，伊安怎讲？伊讲真啊人是阮的奴隶，干那真啊人好，互你拍败了吼，马上归来，叫你太祖。叫你太做了吼，你就变阮的做啊！真正有够伟大啊！每一个国家甲拍败了，伊马上归来，叫你太做，叫你高做，叫你细做。哇！这会做拢外国人呢？真啊人真正足伟大的，这些入侵者吼，拢叫伊做工。大楚帝国是白夜伦的，啊，这个大隋帝国是突厥人的，大唐帝国是鲜卑人的，大元帝国是蒙古人的，大明帝国是回族人的，大清帝国是旗人、女真人的，这每一国拢是外国人的，啊，这讲吼，这是中国的历史。蒙古打去到欧洲，这是世界史呢，全世界拢知呢。蒙古人会讲因是真哪人哦？欧洲遐个国家有多一国讲，吼、哦、蒙古是阮的朝代，敢那真啊人上厉害，蒙古煞变成真啊人啊！伊那咱甲你讲，你们怎只要有恒心哦，铁杵可以磨成绣花针，有无？拜托诶，你用铁线都要磨做尖料，卖用铁杵。铁吼是无法度做尖的哈，爱用钢，知无？钢才会使无法做尖。不要受到错误的教育、有毒的教育，我跟你讲，这好男不当兵，好铁不打钉。因根本都唔知影钢，其他人敢来捌铁呢？伊唔知影有钢，他们老是混铁不成钢，有无？原因就是他们不懂钢，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什么宝刀宝剑呐，你唔能就是讲倚天剑、屠龙刀，迄真诶呢？迄是小说吼，哦，倚天剑、屠龙刀迄种小说，你唔能当作真诶吼。三方宝剑嘛假哈，你唔能当作迄完了真正宝刀啊。吉那从来没有宝刀，所以那战争永远拢怕输。为虾米？日本诶武士刀每一支抽出来拢宝刀哦，小台一个台了水灾。唔免烧钱，对不对？谁剁了谁知啊？多一根，多一支宝刀，谁知啊嘛？所以吉那人永远拢咧剑输的原因伫遮啦，没有宝刀宝剑嘛。啊，而且又都是烂咖在当兵，怎么会打赢嘛？所以哦，恨铁不成钢，恨是无路用的呢。你啊，铁要加入碳啊。加入其他的元素啊，叫花都变成钢啊，哦，吉那人上老安啦，上老烧瓷了，哇，伊小个非常上水无，最近伫个咧，因为外海啊，开200亿，挖一台迄个沉船，宋朝的沉船，挖出来迄个飞鸭脖啊，吼，讲拢总会当卖到无价之宝啊。讲开5亿的人民币，伊唔是安尼一块一块去挖起来哦，伊是做一个铁壳啊，落去甲装起来，将几个甲吊起来哦。哦，再上网查一下，因做搞养蚕放成冲天炮的有无？唔过哦，安怎拢拍袂赢？人日本人咧选兵是安怎选？日本人来台湾选兵的时阵吼。一个开始才要伫2000几个呢，结果40万人去应征，先甲你称看偌重，量看偌悬，
甲你问看恁家是咧做啥？你嘅家世有清白无？甲你看看身材安怎？看平衡感安怎？安尼才经两千个呢。因为迄阵啊做兵吼，待遇足好个呢。做两当的兵，食死四人。所以吼，每一个拢想要去做兵，唔是遐简单呢。我要经过，经过安尼来，每一个拢会使做将军啊，对不对？安尼唔才真个呀。啊，那支那遐个兵呢，连食都食袂饱，是要安怎战争啊？每一支武士刀拢是宝刀呢。这个讲因汉人住的所在无？洛阳平原对吧？因讲这是啥？东夷、北狄、南蛮、西戎无？这是啥？这拢番呢？支那人哦，上番。叫全世界所有的外国人拢叫做番，对不对？红毛番，啊，咱遮拢番，拢住伫水边的番有无？专台无地飞番，所以吼、哦，恁遮番啊实在有够番的，教拢袂听，足歹教，啊，足好骗的，哦，对不对？真正番啊，上歹教。福建广东啊，客家人遮拢是叫。殖民的，叫汉人殖民的，百越族叫汉人殖民的，啊，结果呢，搁去予旗人个殖民去啊呢，所以即马已经汉人啦，即个拢已经灭国去啊呢，支那人吼，拢已经唔是汉人啦呢，啊，伊甲恁教讲吼，咱只台湾人拢为长山过来汉人呢，恁个祖谱吼，拢几落十代啊，拢二十几代啊。恁吼、哦，详细想看卖啊哈！你的脚，你咧真正教的时阵无？你的脚枕头上尾仔有鼻青无？你的手吼、哦、后翘翘起来了，才有一寸无？有一寸呢，这拢翻啊呢，拢边部翻、西拉雅翻、山地翻拢翻啊呢。你们就是恁是汉人呢？你咧教枕头的时阵较注意，脚的尾正知啊。必顺的哦，迄只拢加袂完哈。我不一摆咧困的时阵，吼足气的，迄、那个甲拽起来，想讲看会全自处长军袂，拽起来袂。后摆哦，那个发出来嘛，同款。迄个是祖陵县啊，伊甲你教讲这样，叫成吉思汗啊。真正成吉思汗啊，生做啥？成吉思汗哦，迄阵啊，拍去到澳洲啊，才用十二万的大军尔、哦。澳洲迄阵啊，六十万的大军哦。成吉思汗啊，听说甲拍败，看偌伟大。所以全世界人哦，足伟大。伊伫个路的中间啊，问伊个将军讲吼：人生什么上快乐？上快乐？遐个将军讲哦，会当饲鹰啊，看鹰啊咧拍浪哦，就上快乐啊。成吉思汗呢？他讲，伊讲不然的，人生最大之乐啊，即在胜敌逐敌，夺其所有，见其最亲之人，以泪洗面，赠其马，纳其妻女。这才是真正有法度拍遐快的原因呐、啊。叶将军啊，干想要饲鹰啊呢，所以无法度通在蒙诶成吉思啊拍到遐大去，在成吉思的博物馆呢、啊。这不是起在那中国呢，这是起在蒙古呢。这就是起在中国啊，中国呼和浩特成吉思的纪念碑啊。伊讲成吉思嘛，伊是真支那人啊。公元的1227年的时候，成吉思啊过身去，过身去了，忽必烈接伊的位。接伊位了，他征服西夏以后，下令从皇帝到乞丐全部杀光。哎、啊，你那个有汉人呐、啊，你那个有龙的传人呐、啊。啊，其实真正的龙的传人是蒙古人，蒙古人因的吉祥物是龙哦，汉人的吉祥物是猪，所以啊。真正的龙的传人是蒙古人，
啊，蒙古文是这种的啊，哇，这种的蒙古文啊。啊，因过来了，嘿，发现吼、哦、汉文比因的文字较水，所以才改用汉文。这汉人啊，忽必烈这过来拢个台啊呢，2000万人吼、哦。台甲剩80万啦，你甲想咱台湾啊，台甲剩80万人吼，差不多出去拢无看迄人啊。遮吼台拢几落千万人咧算呢，写伫个建立式世界纪录内底呢。蒙古人将汉人吼归第四等人，汉人就是蓝人，第一等是蒙古人。第二等是色目人，第三等是金朝金统治的汉人的地区，还有女真人、契丹人，上低就是这南人呐，就是南方百越族人呐，就是恁这河洛的人啊，讲河洛的遐人，就是南人呐，社会地位上低。本来啊，蒙古人是要把所有的禅宗毁掉。讲所有的汉人中太大，因哦，因未晓种。蒙古人是无咧种稻的呢，无咧种麦啊的呢，无咧种菜的呢。因饲羊、饲牛、饲马，所以因想要将所有的拢毁做大草原。是哦，这个契丹人呐、啊，这个、契丹人哦，这耶律楚材一家。迄、那个蒙古皇帝建议啊，这个、人做三代的蒙古皇帝的宰相，宰相耶律楚材，这个契丹人做搞的。伊讲，你唔通去甲汉人太大，卖遐戆啊！你甲太大吼，无人通去纳税金啊，叫因继续种田，啊，每年甲你抽税金就好啊，安尼简单无？你若太大的，无人来纳税啊！太什么？太迄会晓战争的，未晓战争的啊，留去种田做田，安尼有简单嘛？啊，叫人纳税就好啊。所以哦，汉人啊，就纪念这个耶律楚材，无甲因太大，起一个庙啊拜。汉人啊，就是因为安尼无大起。即啊，支那政府、支那人熬骗的这个程度嘛，即伫个碧潭吊桥啊，恁若去佚佗去碧潭吊桥遐佚佗哦，就要注意看，伫个桥头，碧潭吊桥的桥头，民国28年8月竣工，有厉害无？流亡政府30几年才过来台湾哦，竟然伫个25年有法度起碧潭大吊桥。阿那有厉害吗？所以哦，很神，对不对？那一支枪是不是很神？比筷子还神，可以复形四次，对不对？所以哦，足厉害，因为历史哦就是安尼写，只要杀就好了，哇！迄阵啊，日本天皇啊，那不是去很好，伊两条原子弹打输去啊。大日本帝国不是打输中国人呢，是打输美国呢，嘛不是打输美国，是打输那两粒原子弹呢。那不是那两粒原子弹吼，现在已经变作啥？太祖明仁天皇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哦，其他人日本人要把他们救出来，他们不知道，他们不能够感谢，叫你们不要再做奴隶了，你们还想要做。你足爱做的，你做甲通，家己个吼，起码是足爽的。做奴隶做甲呢，会当安尼练《葵花宝典》，安尼恁感觉足好个。郑成功嘛是咧甲恁骗，郑成功嘛是日本人。上网查一下。哦，啊，咱时间的关系哦，咱今日的课就讲到这，谢谢，谢谢各位。